问我现在在哪儿啊，我也感觉不到呢，我只觉得我自己有股洪荒之力，现在被压制住了呀。哎，这里有头小仙啊，这个小仙，哇，他鼻子里存了那么多水，妈，我吐出来这条小河呀，喂，我感觉到了，这里面就是我，我要冒出来了，嘿嘿，莲花之子，我这是哪吒呀，我是，其实不是了，我就是一颗小洋葱头，你看我的头，你就知道我的身份了呀。哎呀，这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稀奇呀，这些小动物来陪我玩一玩啊，这地上爬的这个小蜗牛，哎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你们这些小动物都不理我的吗？罢了罢了，我要去找妈妈了。我才生出来，我还不知道我妈是谁呢。地上长了也是朵莲花，吐点我的营养液给她吧，让她快速的长大。嘿嘿，看我的营养液多厉害！哎，我吐给她过后，她有同样的功效，她也在吐这个营养液。这个青蛙因为想吃营养液，把舌头伸过来了，我就可以借着她的舌头过去了。想吃营养液是吗？吐点给你了，我可是不会吝啬的呀。找了半天还没找到我妈妈，这一群蘑菇，哎，看起来有点不一样，嘿，怎么拿不起来呀？吐点我的营养液给他，果不其然，这一只经不起诱惑吧，抱起来一会儿送给我还没见面的妈妈当礼物。哎呀，找到了，这不就是我妈妈吗？看她一直要吃的呢，给你，还好刚刚我找了一个小蘑菇。你看我们俩头发长得都一模一样，感觉妈妈吃得很开心的样子呀。你看我们两个都是洋葱头，哎，她把一条腿伸起来了，这是要我干嘛呀？不管了不管了，先照着妈妈的指示走过去吧。这边，哎呀，另一块土地啊，这地上有两颗莲藕是吗？我吐点东西给你们，嘿，哎，不顶用，我打死你，嘿，我不信打了你，你还不起来，嘿，我把他们打昏了，现在他们两个爆发了，要站起来了，哎，这是两个连体婴儿啊，两个小莲藕，这是怎么什么意思啊？他们两个还产了一个宝宝小莲藕，这小东西，哎呀，长得真可口，这不就是我妈妈的精神食粮吗？妈妈给你啊。我妈又长大了一点，哎呀，真好，到时候我妈就能带我逃出去了。这又是一只鸟，这鸟怎么能得到它蛋呢？我把这个树给它长大，嘿嘿嘿，然后快快快，我把这个果子给摇下来，摇下来它去吃那个果子。哎呀，不用我摇，它就想吃果子了，把蛋给放上了。看来这个妈妈还是不称职啊，居然把孩子给抛弃了，溜了溜了。哎呦哇、啊，完了，天哪，它的蛋怎么碎了呀？哎呀，解不起来，它的蛋子给冒出了一个，它明明是只鸟，怎么冒出了一只小青蛙呀？哎呀，哎呀，算了，不管它了。它冒出来，这还有一个蛋吗？他们是孪生兄弟吗？孵化了一个蛋，但是还有一个蛋，嘿，拿给妈妈给吃掉。妈妈好像长得越来越大了。妈妈把这边的腿收起来，这边是什么呀？这个荷叶，顺着荷叶走过去看一看。哇，这边是一个超级巨无霸的大青蛙啊，长得也太丑陋了吧！吐口水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那我就打你，打你。哎，打掉了一个泡泡，再打，再打，把它所有泡泡给它挤掉。哎，产下了一只小蝌蚪，哎，可以把蝌蚪拿回去给我妈妈吃，妈妈给你蝌蚪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小蝌蚪找妈妈呀。但是妈妈，你发现没？你现在你感觉你她怎么？我妈越长越磕碜了，长得也是些泡泡，是因为吃了青蛙卵的原因吗？哎，吐点口水，这个饲料把这个给乳化了吗？它现在掉下来了，我从它的那一滩里面我分离出来了一只小的，就可以拿回去给我妈妈了。这是小棉花糖啊！哎呀，妈妈，你长这个真的是太丑陋了，我妈还流口水了。这上面有一条路，这是什么呀？盘丝洞啊！我这绕着树枝在走，好像是。我上看看这上面，哎，这上面有个人，哎，啊，完蛋，他被拴起来了。看来我得早日帮他解脱一下，助你一臂之力，吐点我的营养液。哎呀，哦呦！我这个原来是让那些藤蔓长大，然后越长越大，越松越紧呢，然后就把它挤成一小坨，我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。妈妈，好东西来啦！这个可是大的变成小的，肯定是取天地之精华，最有营养的。这边又有一条路出来了，我要去找一找这边有什么吃的给我妈妈。哇塞，我现在是行走在天空当中啊，这可能是我离太阳最近的一次了。哎呀，这有个屁股，哎，这个屁股灯怎么冒出来了？它要打屁股，我也打一下试试。哎呀，咋一巴掌拍成两个了？哎呀，又拍成两个了。哎呦，把他们给端走，我好多呀，可以端四次是吗？哎，这打不开呀，看来这边也得把它拍成两个，现在有四个了。哎，感觉这一只它的颜色最不一样，最为白嫩了，看来把它吃了，我妈妈可能会有美白的效果。哎，抓不到你是吧？是不是不听话？我吐点营养液给你，我打你，我打你，打你，嘿嘿，现在听话了吧？完了完了，我好像把它打生气了，它现在追着我呢，哎呀，救命啊！哎呀，不过现在，哎，它追着我也好，反正我跑得快，它追着我一会儿到妈妈那里，然后把它献给妈妈，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这样它也还不了手，不能打我了，我快把它举上去，嘿，哎，我走你，走你，哎呦，怎么举不动？
重呢，太重了魏延。哎呀，他自己跳到我妈嘴里了。哎呀，这是什么怪物啊，他把我妈妈吃泡泡了，我妈妈吃爆掉了，完了完了，我不受控制了，我怎么被吸进去了，不要我妈妈，是我呀，啊，我被妈妈吃掉了。好吧，那么今天我们的